凤凰花开，缤纷灿烂，才艺学习，薪火相传。毕业生心中希望无边，演出精彩，魅力耀眼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欢迎我们表演节目主持人，六年五班周子琪，六年二十班何殿化，六年十二班陈梦夏。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三位主持人。我说子琪啊，你今天心情如何？哇，一方面期待升上国中，另一方面即将离开待了六年的秀朗国校，还真是有点依依不舍哎。没错，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在秀朗国校，也是最后一次在礼堂参加活动了。毕业后就再也无法坐在教室里学习，再也无法在下课时间和妈咪们在操场上打球，再也无法接受老师的虐待了。切，是谆谆教诲好吗？哦，对啊，都是因为我太感伤，所以才会语无伦次。也请老师不要生气哦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好好把握最后剩下的几个小时，好好享受和老师同学相处的时光。话说，这次毕业典礼中有什么 special 的呢？第一个表演节目是由我们学校最有气质的音乐社团——管乐团、弦乐团和合唱团所带来的表演哦。说到我们的管乐团、弦乐团及合唱团，可以说是顶杠有名声，下杠上出名。他们不但得奖无数，常受邀表演，还年年获得特优和优等哦。哇塞，原来是气质美少男和美少女要上场啦！让我们擦亮眼睛，睁大耳朵，来欣赏这场音乐响宴吧！欢迎由管乐团所带来的《Born to Be Wild》，弦乐团所带来的演奏曲《六月的一首小令》，以及由管乐团、乐团伴奏，合唱团带来的《今年夏天》。
Thank you.
且管乐团、弦乐团以及合唱团和六年级毕业生的合作演出。也谢谢这三个团队的老师李正修老师、罗碧婷、黄丽雅和许朝伟四位老师。这难得的经验一定能够长留在我们的脑海中盘旋。谢谢小朋友们的演出。